按一下电梯哈。我们是没有出事，因为他是从户籍都在新竹啊。我讲不是变今天涨的，不是礼拜天涨到。又在讲。我说，那网购还是很。你们可能要请新竹从他那边生活的那个接触的人开始去，是他以前都到那边，后来他才会来这边投资。对，问题解决问题。对啊。没有什么那个在这里，你们就是要诚恳。没有法官怎么判的？对，要跟他法规。要跟他安置，我觉得要安置，有事了再给他妈妈。所以，请法官你直接判强制。他脑袋瓜已经没有头盖骨保护，现在倒糊人崩了，要倒糊的不会。他倒了就行。很感谢王县长，亲自到小的交定嘛，判断张小弟弟。目前他的情况还是不好，瞳孔。虽然放大，还好有点光的反应。但那脑压呢，在礼拜天的时候开完刀呢，一直下降，昨天就高起来了。他现在还好，又回复到正常哈，正常烧到22以下，他现在是16，有时候高到30。目前的情况是他的脑的压力呢是下降，不过目前血压、脉搏、呼吸是还好。我跟他做痛的刺激，他的反应是有，不过我们还是极度呢，担心他的脑部的问题是不是有后遗症。不过我们整个小儿科这个加护病房的急救团队没有忘记，也感谢张小医师很努力照顾他。小孩子他的潜力是比大人好的，希望这两三天危险期过的话，可能有好的预后。那我们大家集气祝福他，赶快脱离险境，早日恢复健康。今天县长特别来探视我们昨天3岁受虐的张小弟。那看到他的伤势，真的让人家非常的很难过。那县长极力的为他加油。然后后续呢，社会处会跟他户籍所在地的县市携手合作，我们怎么样来把孩子的他的伤势，还有后续母亲的处遇的部分，我们会两个县市极力来合作，把它处理好哦。那因为孩子的伤势现在还在关键期，我们也希望大家一起来为我们的这个张小弟一起加油，让他能够赶快好起来。那后续妈妈的部分，我们也会全力的协助他哦。他到底实际的状况是什么样子？我们现在也在密切的跟他做一些联系，也希望他之前一直闪避我们的部分哈，能够积极的面对哦，这个他还是需要他出面来处理，所以这一块社工会积极的跟母亲一起工作，我们一起共同把这件事情做最好的处理。关寡干哈，国小一二年级造的，你看别样啊。他跟你讲，还要做很多心理重建。对，环境光要讲心理。